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塞箱润滑的一个设计，这是最常规的一个顶孔，只有一个油孔保证润滑，这是常规 H 型的，这边一个油孔，这边一个油孔，里面就会有两个油孔在做润滑，这是另外一种，也是两个顶孔，在侧面呈90度，保证活塞箱的润滑。这种形式呢是在顶面两个90度，然后加上里面一个油槽，这种润滑是非常的充分。好的，今天介绍到此。